啊，你即马住即个即卡，你感觉好用无？我吼全部拢靠伊，因为我挂袂少侪物件。就上飞机也是。对，而且它很轻松。以前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拿上去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它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施力点，所以我可以这样，就直接就上去了。对，对，我一下也塞安内杯米点五哦，这个超方便，而且它的耐重很好，大概有1.5到2公斤左右，所以一般的杯像杯啊、酒啊，肯定 OK。然后还有4个铝合金的脚，就是最容易就是行李箱不。所以开掉，哎，别开掉，这个所在，这个地方啊，要开锁的时阵，它只要这样，轻轻敲一下就好。哦。然后呢，敲完之后啊，有时候我们如果东西很多的时候啊，对，你看它放大的地方，就到这么大。对。红色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它的弹簧。我刚刚下楼梯的时阵，我模拟哦，你看，我轻轻压一下。哎呦。哦。一楼级的 cushion 可以。减缓我们的行李箱的重量。我在这边这个地板转的时候，你看它360度，哦，好顺。你有听到它的声音是很小，很小。没取过五个行李箱，你给它集中，对对对对。你登机箱跟这个两个尺寸嘛，对，还有新款的这个尺寸。像凤姐我自己有的话是20、25跟29。那像它的颜色啊，就有蓝色、黑色。还有玫瑰金，低调的黑，然后呢，还有我手边我自己最喜欢的这个红色，很醒目。对，这我拿出去超过一礼拜吧，我就会扎到这大开。那像我自己回到家里面啊，其实收的时候啊，很简单，立张高诶 ，Lena 放相反。哦，因为相反 ，Lena 你这边嘛，啊你这边头甲尾对调安尼。然后呢，啊，因为细卡我未修，甲第二卡点做摆，对，就整个相反。哦哦，啊，其实这个现在这个装法就是我最常出口袋，还蛮厉害的。安尼，哎呦，搞定，哇，内塞修起来喽。